大家好，梅兰芳纪念馆呢附近很难停车，目前呢我没找到合适的对外开放的正规停车场，未来如果能找到合适的停车场，再补一期放在合集里。离梅兰芳纪念馆最近的地铁呢是地铁六号线北海北站，去恭王府北海公园北门呢也是在这站下，只是去恭王府北海啊是 B 出口出，梅兰芳纪念馆呢您就从 A 口出，出来以后呢您就往前走，就是一直往西走300米，到了地安门西大街和德胜门内大街交叉路口，然后再往北往德胜门内大街走600米，路口西侧呢就是梅兰芳纪念馆。地铁站啊比公交车站实际上要更远一些，最近的公交车站呢是55路刘海胡同站下，北向南方向下车呢往前走几步，右手边呢就是纪念馆，南向北方向的车站呢稍微远一点，您需要下车以后往回走，从这儿啊过了马路再往南走就是。还有很多公交车呢到梅兰芳纪念馆是公交车厂桥路口东站，就在我刚才说的地安门西大街和德胜门内大街交叉口东边一点，有公交车612路、4路、3路、13路、42路、107路、111路、118路。东向西方向的车站呢您下车呢往前走一点，右拐呢就是德胜门内大街，西向东的方向车站呢您就往回走，到了路口呢过马路就是德胜门内大街。在德胜门内大街上呢推荐您走靠东的路，就是南向北方向时路的右侧，也就是厂桥路口东站下右拐进德内大街的方向。因为德胜门内大街靠西的路啊高低起伏台阶太多，东侧都是平路，对老年人呢比较友好，到了定府街路口呢您过马路呢就是梅兰芳纪念馆。更多旅行实用攻略请观看视频合集，麻烦点赞收藏加关注哦。